ないですよ。だからあるパーティーだと、ここでバーベキューないんですよ。外でバーベキューです、ね、そこはあそこ買わずにバーベキューない。あらかじめじゃあバイルバーベキューっていうふうにしてやっちゃえばいいですか。それじゃあ今日是12月9日，我現在在富士山五合目，即是富士山的第五站的地方。那我今天會、上山的、吉田路是上去山，那目標是上第七站的，最好的是上山頂，但山頂第九站就太過情況都未知道，所以都是看情況先。外面很冷，是大概零下10度左右。現在已經是6點鐘，因為想看個日出，日出就是6點半，剛剛走過出去，外面已經是開始有少少陽光。我這裡下五站去到六站呢，應該要半個鐘左右的，咁我希望可以 catch 到個陽光，可以睇到個日出。咁見到後面好多都有啲日本人咧，佢係都係琴晚係上嚟去留喺依度，跟住準備今日去登山嘅。佢哋早餐都好豐富，琴晚係打邊爐，今朝早都係打邊爐。What's your plan today? Plan. Our plan.Snow training, snow ice bath, ice axe, walk. You have axe, this is yours? Yeah, the, seven steps. Okay. Tick-tack. Same road, same way here to seven? Down this road, this way. To Umagaeshi and Yoshida Fujisan Station.幾爽啊！爽就真係凍，不過都可以一起身就可以見到個日出，唔使咁摸黑上嚟先睇到日出。睇完日出仲可以入去瞓翻個覺，都係幾好嘅。就算我都帶個影上嚟，依個位就唔凍冇乜風啊，佢都幾靜。七号站的途中，应该差不多都差不多。
是首先搞掂面前呢堆有啲積雪同埋山路嘅路，因為踩過其實而家雖然係啲新嘅雪，但係都幾跣下嘅。頭先行上嚟係用咗半個鐘㗎，唔好以為好短嘅距離係可以行好快，都行咗半個鐘，而家係已經係8:10啦。咁我喺呢度見到第一個鳥居，哦，唔知喺度喺個 mon 見。是好都好远啊，我想都要行到一个钟头，行到一个钟头的鸟居，但是我都会用那个做一个目标，希望行到个鸟居度，希望9:00之前行到去。哇！睇到，已經係結曬冰，係一啲好滑嘅冰，好硬嘅冰，係碎到可以係變到一啲冰塊。哇！呢啲仲踩唔爛，厚啲就踩唔爛，呢啲就有啲係可以踩到啲坑紋喺度，仲冇咁跣。但係如果踩到一啲滑啲嘅，就會好跣啦。所以都是小心一点。终点在望，上面是七合木的鸟居，一听到有些声，可能上面都已经是有人在这里。You stay? Yes. Top? So, this name. It's cool. Cool? Cool. Oh, you only one person? You one? Hong Kong. You. Nippon. Saitama.そう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アイゼン、あー、オッケー、スリッピー、はい、アイゼンだとオッケー、いや、8までいけるぐらいですかね。オッケー、アイゼンあれば、アイゼンとピッケル持ってれば一応トップ。Any photo? Top photo? Top station photo? You take photo?あ、写真？あ、ありますよ。あれ？ございます。そう。今すごいね。おお、すごいね。ツアーはまあ余裕を持つならもうちょっと、まあでも2時間ちょい、もうちょいぐらい。OK。どう？啱啱遇到第一個行山嘅人。果然剛才是聽到有聲的，他是前日上山，昨晚再在山頂留了一晚，今次在山頂
十一點鐘，我就行過咗七合木，就攞站去第八站嘅，但係咧已經十一點啦。咁啊，我諗就而家我喺我嘗試去睇下呢個係咩地方，但係會有啲屋係冇門口啦，都係沿路嘅一啲嘅山路，即係一啲嘅即係民宿啦，俾人哋係住，但係叫個名唔知係咪因為已經啲雪即係融，咁啊，但係咧見到有人係喺度製嘅，啊，邊個咁犀利？前面有個牌，有個石柱，寫住龍來歸岩八大龍神。好，睇下呢個牌啦。龍來歸岩八大龍神啦。山嘅時候都要估計都要三至四個鐘，因為喺第五站嘅車最遲係4:34，所以差唔多時候要去。咁啊，因為再上去咧，就仲要都上又要一個鐘啦，落翻嚟可能又要兩至三個鐘啦，咁所以就我哋今次就唔遲啦，因為已經係。比遇到上高少少，咁啊，希望下次如果係咯，再有機會或者有朋友有興趣一齊去登頂咧，咁啊，再揾機會再試下去第二個站嘅山頂試試，可能就要準備下添，係啦，咁啊，都睇下。沿路行就唔係太辛苦嘅，咁啊，基本上如果有行過山嘅，小心啲行，咁啊都唔會有啲咩大問題嘅，咁啊當然有少少危險啦。到此為止啦，喺度休息下，再落翻山。係啊，哦，咁鬼凍啊！啊，都咁啊，今次旅程嘅最後一站，真係再遲啲真係趕唔切啦。雖然大風啲，不過真係難得嘅。係啦，四圍都係八雪茫茫，加上仲有其他嘅山。山屋。